哎呦，这时候啊也不早了，哎呀，有时候啊，他们这一宿都不会回来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今天呢先回去，有机会我让小三儿单独请你一次。不是亚叔，我今天不是来喝喜酒的，我找他有急事儿。马峰啊，你也别怪亚叔说话难听啊，我呢主要是为你担心。 现在公案正愁找不着你，小三儿他好不容易要结婚了，是吧？我就担心在这时候啊，别捅什么娄子。所以啊，今天你还是先回去，好吧？有什么事呢，咱们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，行吧？这真不能以后再说。我是来找小三要钱的。您听我说，他去广东找我，说结婚需要钱。 我就赊了他几千块钱货，可到现在货款还没打过来，这债主都逼上门来了。不会吧？他好像从来没提起过这事儿啊！再说你帮他赊账，哎，总得有收据吧？哎，你把收据拿来让我瞧瞧。哎呦，我跟小三这么多年朋友，我哪要收据了？哎呀，朋友也得写收据的。哎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，你没有收据，这事儿就难说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您是说我讹小三是吗？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三啊，他要真借了你的钱，他当然应该还你了，是吧？可是你没有收据，哎，你让他怎么还啊？你空口说白话是吧？哎，你说他借了你100万，他也得认这个账啊。您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啊？怎么说啊？那他去找我啊。 我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我给他借货，我给他拿钱，他怎么对我这个朋友的啊？他还说我妈病了，我把身上所有钱都给他拿回来，说给我妈。我妈根本没病。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们家小三根本就不是这种人。再说了，他一个有工作的人会跟你这个没工作的人借钱吗？要是真的借了钱。 那你把证据拿出来啊！你收据呢？拿出来让我瞧瞧。我不跟您争。等小三回来，让他跟你说。他为什么要等你啊？哎，你算老几啊？当年你把人家老克勒的摩托车烧了，害得我们家小三被派出所的人叫去，哎，调查了几天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就给我走，否则啊，我就要派出所叫人去了。 您告诉小三儿，如果他想赖账，明天他的喜酒就喝不成。怎么，你还想耍流氓啊？大富贵在哪儿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。哼，怎么，你还想闹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逃犯，我马上找治保主任去。你要是明天敢露脸的话，我马上叫人抓你。 好，来，我是您看着走啊，这杯我单独敬您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但是也是你爸爸妈妈大喜的日子，啊，一定要记住孝顺爸爸妈妈，好吧？好好工作，祝你们白头到老，谢谢，来，好，大家吃饭，大家吃饭。 就像几百年没吃过东西似的，我看他像白毛家的，会不会就是那个老三？不可能，大概是吃白食的。现在这种尸体多的是。
要不要问问三儿他爹，是不是新娘家的亲戚朋友？你看他那吃相，丢死人了。叶大龙突然发现了不速之客马蜂，害怕喜宴上会有不测之事发生，灵机一动，本能的想用身体遮挡住质保主任的视线来掩护马蜂。主任，张叔叔，我这个我应该敬你一杯，对吧？来，干杯！张叔叔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！干杯！很会说嘛，大喜的日子都得孝顺你吧。来，吃菜吃菜，好吧？吃，好，敬大家酒啊！来，谢谢，白头到老啊！谢谢，上辈子饿死鬼投胎啊！真是好，那是我们花钱了吧，对吧？昨天晚成本50块收回来。好，是，干爷，我敬你一杯啊！感情这么深，全看一口闷，是吧？干杯！来，多吃点啊！来，慢慢吃啊！来，真漂亮啊！恭喜恭喜！大家抽烟，大家抽烟。哟，哎，烟哪来？抽烟，来，抽烟，抽烟。新娘子跑到做事去了。哎，不，新娘子，新娘子看有什么可看的？新娘子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从小是张叔叔看着长大的，对吧？对，敬张叔叔一杯，对吧？来，都干净啊，都干净啊！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喝。三，我大老远赶回来喝你的喜酒，怎么着？让新娘子给我点根喜烟吧，先。结婚这么大事情，不请新娘子再给我点一下行吗？再点。大哥好啊，有钱我尽快还给你。你说什么？我说那钱我尽快还给你。你现在在这儿，你跟我提钱是吗？我他妈是来参加我朋友婚礼的，喜烟没点着，赶快点呢！快给大哥点。看见这根烟了？点了几次？3次。我吸他的才抽。如果这口气我吐出去，你想点都点不着。但我要是猛嘬几口，你就是想让他吸都吸不了，对吗？对，永远都不让他吸。没错，永远都不能让他吸，这就是咱俩的关系啊，知道吗？三，咱俩的关系什么关系啊？光屁股长大的兄弟。你办喜宴娶老婆，你不请我啊？李刚，照应一下，来，今天是小三的好日子，马峰啊，您说的也挺多了，这样，看在老丫头的面子上，你就太太平平坐下来喝杯喜酒，怎么样？阿叔，
放心，我今天是来参加我兄弟婚礼的，我绝对不会闹事儿。哎，那好，那好，哎，那我就欢迎你坐下来喝酒吧。我能看见我兄弟讨上个好老婆，我知足了。三，我这辈子输掉了不少东西，无所谓，我不心疼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但他妈，我真不想输掉你这个兄弟。大哥，这杯酒我敬你。师兄弟，你这辈子是我朋友，下辈子还是。你小子就是化成灰也是，知道吗？李先生，大哥，事情我不能，别废话啊！咱俩小时候没钱买水果，出去买豆腐。啊，那臭小子，臭小子，不许哭！你哭什么？你大喜日子知不知道啊？你要高兴，听见没？你不许哭，把你含棉料擦掉啊！你不许哭。闹什么事啊？没，你坐坐。我去看看。坐，站住，坐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啊？他是从小和我一起打担子、刮棺材板、光屁股长大的好兄弟。你们都知道我小三这个人，是一个口袋里有一分钱都会花光的托底棺材。我今天想要在这大富贵酒家摆酒席，结婚讨新娘子，那是吹牛皮。弟弟，你去把今天客人送的所有人情红包拿过来。哦，好嘞。这是我今天所有的人情，不管多少，你收下，你收钱呢，大哥。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兄弟的话，你就收下。老夫啊，小三既然发话了，那你就收下吧。啊，钱我拿了未够。哎，就是主任，你不要去嘛！他们小两口在这，咱们去干什么？我来干嘛的？我一个质保主任。啊，质保主任不是现在吗？别人这调戏新娘子，我也在这等着。不，断了。嗯，行，好，我投降，好。哎哎，主任，我腿不好。主任，在干什么？走开！走，交给我。你回座位喝酒去。打什么乱？这个一定要收下，交给新娘子。哎，新娘子。这个一定要收下啊！不许闹事，不要喝了酒闹事。小三今天结婚，大喜，我有一肚子话想说呀。我在这里当了几十年的质保主任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咱们这几条弄堂，啊，哪个不买我的账的？对对对，谁见了张主任，哎，不敬仰三分啊？不行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主任这样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，好吧？你着什么急？
我话没说完呢。说说说说说说。老子这双眼睛看人，看定你，咔嚓一下，就像照相机一样的把你照下来。对，照下来，照下来。喝酒今天不要闹事。哎，对对对，不闹事。谁不闹事啊？大罗，大罗，再陪主任多喝几杯。没问题了，去去去，多喝。你急什么？我还没说完话呢。我不急，我不急。听我的话，谁也不许闹事啊！闹事的人可以走了。主任，主任，接着喝，接着喝。好，好，好，来，主任，交给你了啊！来，去吧，去吧。我刚才没走，是还有话跟你说。你知道吗？你小子好福气，摊上个好老婆，啊！你可以对不起我这个赤膊兄弟，但绝对不可以对不起你的老婆孩子。听见没有？你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走了吧，马蜂，是什么马蜂啊？是谁家的马蜂啊？小次郎，跟我玩这个心眼，你还嫩点儿。不是，主任，你瞧你刚才还晕晕乎乎的呢，这怎么突然就清醒了？你张叔叔就这样，一会儿清醒，一会儿糊涂。可你小子灌了老子15杯酒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走。浪费他人的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，所以我不想长篇大论，免得让自己成为一个凶手。我的施政纲领是，要让学生会成为一个学生沟通心灵的桥梁，成为一条纽带，成为真正能帮助学生、给同学排忧解难的团体。希望各位同学给我一个实现抱负的机会，谢谢。大家安静一下啊，安静一下。现在开始向候选人提问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同学，这是有人让我转交给你的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什么好东西啊，快打开看看。哇，卡修计算器，谁送你这么好的礼物啊？这还问吗？肯定是哪个暗恋他的女生送的呗。盒子里还有一信封呢，说不定藏着100万英镑呢。快打开看看。奇臭无比啊，这是谁搞的恶作剧啊？我宣布，信封里装的是一只臭袜子，奇臭无比。一定是马蜂来过了。尽管岁月如梭，尽管隔山隔水，但马蜂脚上熟悉的臭味似乎能冲破时空的阻隔，一下子唤起他记忆中最亲切的触觉。不管臭与香，
那都是老马家特有的气味之一。在同学们看来的恶作剧，其实是深厚的手足之情。你不是要钱去了吗？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你不是说你那铁哥们儿没问题吗？怎么了？有本事赊账，没本事还钱。大伯，钱实在还不上，就拿我这条命去抵。你听着这口气啊，你这是欠我们账。要是你借给我们钱呢，那你眼珠还翻到天上去了你。你那条小命值几个钱呢？别人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人数钱呢。你行，啊，我服了，走人行不你？我还完欠你的钱，我自己会走的。你们这即使留我都没脸留下。小嘴硬，什么人呢你？啊，你婶说你几句，你不高兴了？你知不知道你赊的账钱我帮你还了？你不信？你有没有想想，你大伯为什么帮你还钱呢？啊？因为你是我亲侄子，我是你亲大伯，子债父还，天经地义呀、啊！我也想不还呐、啊，我能不还吗？就跟黄小静她男人欠我钱，她来还是一个道理吗？你还年轻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！哎，反正通过这件事情呢，也让你呼吸呼吸做人的血腥气，生存的无情味儿。叔，别的我不懂，反正我欠的钱我一定会还。自从舞会上相遇后，徐丽娜一次次来学校找马明，旁边还跟着老同学胡思文。哎，马明，今儿天气不错啊，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来，谢谢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这还得感谢马明同学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我。哪儿啊，我得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啊，我还见不到徐丽娜。别这么客气，你们慢用，我不打搅。好好好。马明啊，你爸爸还是肉摊专家呢。哎，这人像排骨啊，这么肥怎么吃啊？还有人，那这个带鱼，鱼鳞都没有刮干净的。胡思文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吃带鱼就是要带一点鱼鳞，否则没味道。好的新鲜的带鱼都是不刮鱼鳞的。你看我怎么忘了呢，你妈妈是鱼鳞专家，难怪你对这个鱼鳞这么精通的是吧？什么意思啊？要吃就吃，不吃就走人啊！马明，人家徐丽娜是从国外回来的，哎，你帮帮忙，你就拿这个菜去请人家吃饭了。哎，算了，丽娜，咱不吃了，哎，咱出去吃，我来请客好不好？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呢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马明，把你这些带鱼全给我。对了，我让你帮个忙。回国的时候，我们导师让我写个论文，论18世纪东西方女性主体意识之差异初探。我找了很多图书馆，根本都没有资料。你能不能在你们图书馆帮我找找看？哎，丽娜，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女性，那差异探那个，是不是就是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那说的只是一部分，我们说的这是人文意识，你不懂。不怎么不懂啊？不就那么点事儿吗？是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可懂啊，那什么少女之心呀、啊，还有什么特黄的书，我那都看过，都有的。哎，要不我帮你写好不好？对，让胡思文帮你写，他检查写得好。我才不让他写呢，让你写。哎，这是写论文的参考书目，你看看。这些书都是不允许外借的，有好多都是影印本，就算是在图书馆里看，也得系主任批准了才行。哎呀，这点忙都帮不上。哎，你们图书馆有没有？只要有，我就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那你别管了，我的办法多着是呢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会吹牛，你还能干嘛？赶快把这一整盒都给我吃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再不理你了。快吃。
一盒啊？不是，我吃。好吃。我们这个地方流行一句话啊，叫一万元湿地皮，十万元才起步，一百万叫杜尔元。马哥，哎，大哥，嗯，兄弟手里有批好货，对你怎么样？什么货？日本原装的松下路相机。什么价钱？太贵了。这种东西啊，变化太快，说不流行就不流行了，它占资金风险又大，知道吧？大哥，你给个价。至少这个。行，成交，不许变卦啊。嗯，这是我侄子，接货的事情他来负责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那就明天晚上吧，老地方，老办法。我先走。哎，好。马峰啊，该你发挥本事的机会来了。明儿晚上你代替大伯去接一批货，到一个码头去接一条船，到时候会有人帮你。你只要帮大伯把船上的货点清楚了，再监督他们把货装到岸边的车上，把货押回来交给下家，完成。我怎么觉得这么那么像走私呢？怎么会是走私？你开玩笑，小声点。我们这是透过关系把这个海关没收的走私品导出来，再散出去。那一方面呢，可以替海关呢这个给足了门面；二方面也活络了地方经济，是这笔账，明白吗？以前我们这地方都是靠打鱼吃饭，现在一来是鱼少了，二来是鱼货不值钱了。你出去打鱼的话未必划算，说不定还亏本呢。那广东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，在马镇呢又是靠海边，等于是桥头堡，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不能把握这个好机会的话呢，就等于是跟不上时代潮流。所以呢，从海上搞一些货进来活络经济，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这么说你听明白吗？你现在帮大伯的忙就等于帮改革开放的忙，谁要能在这年头啊，哎，带头先致富了，谁就是改革的先锋，报纸上都是这么说的，明白吗？那得好好干。这叫我的干儿子啦，你开窍了。大伯不会亏待你。来。啊。您的吩咐，货都交给夏姐了。请来。办得真不错。行啊。啊，这一千块钱收起来。哎，不是，这太多了，这太多了。不多不多，以后大伯给你还多呢，收起来。人家是债多发愁，你还有钱多发愁的啊。这是比那收账要实惠多了。
收起来啊，带上的水看到花又多了。哎，谢谢大方，你比我爹大方多了。你爹叫马一毛，我叫马一山，这一山一毛差太多了。啊，对，回屋就好好睡一觉啊，明儿早上我带你吃早茶去。哎。
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哟，我姐姐又从日本带东西回来了。不是，是你高中同学徐丽娜从英国回来送来的。你看，好多东西呢。她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，等等你不来，她就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哎，英国羊毛围巾，你摸摸多软呐。她说啊，天冷的时候给你带的。还说你在大学里读书太辛苦了，你看，外国奶粉，给你补补身体，还有巧克力啊，什么好多东西呢。我说不要，他一定要送的嘛。哎，大本牙，给你的这瓶葡萄酒叫什么名字？我说不出来，叫。外国人叫葡萄酒。你爸馋死了，等着你一起来开呢。你看，他给我一盒西。阿敏，妈觉得这个徐丽娜挺不错的，你看，人到国外去了还想着你，一回来就来看你，挺难得的，啊。哎呀，解放前呐，外国人在酒吧里卖的都是这种酒啊，啊，今天我也当回外国人。阿明啊，你干什么呢？我要给他送回去。哎呀，人家送来了，你再赶过去，人家脸往哪儿搁呀？我才不要他的东西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孩子你，来，你过来，不行，停。哎呀，巴掌不打送你人，这道理还不知道？哎呀，妈觉得这徐丽娜挺好的，人在国外还想着你，多好的孩子。这不说明对你有意思吗？你不要乱猜好不好？哎，人家家里条件这么好，又是独养女儿，啊，人又喜欢你，这么好的条件，下来下。真的不用了。妈，大白兔奶糖。丽娜，你太客气了。我来是还你东西的。你送的礼啊，太贵重了，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收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所有东西都在里面，一样都不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。还有这个，我一直都想当面把它交还给你。这幅画像，你一直都留着。这个镜框后面，你从来没打开过。没有。马明。你真是个木头人！你看看这后面是什么？你不是怪我一走了之什么都没留吗？我把一切都写在上面了，英国的通信地址，能找到我的电话，我都写了。我还提醒过你，你怎么就不打开来看看呢？回去，你要仔仔细细，好好的看看。千山隔不断，倒是无情，却有情。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。
多想拥你在我的怀里，却无法超越那距离。美好回忆渐渐地远去，盼望今生出现。